等会儿出来嘛。你说你我这住人胆儿不够用，你给我打那打他那胆儿多。这多钱去？他们快走吧。这给拿着个袋儿，有点愣。随便买点。这是啥？不是，这个是紫的。我不知道，你就吃点这个行。少买点。杨姐，拉过那家。杨姐，买吧。还这盆脏的，你上不上去？这两种有啥区别呢？这比较大一些。这呢？这个是烩菜，比较好一些。烩菜呢，我不吃。这个是做土豆丝儿。大瓜，还真的叫大瓜。你不是一盘多？那吧。我还以为大瓜就是你说的，你觉得瓜大呀，大瓜。Thank you.
我有那个面的，啊，你想吃就买上，买吧，少买点。你给我要个少点的。都挺多的。都挺多的。这个小的。想买就买下，拿不了了就。身体真好，装在这个里面。你写还是白？半颗呀？嗯。哎呀，这大，那没办法，全这么大，你看。就要个这个，不用太。这是啥品种的？新疆西瓜，是这个大圆的，就要个这个就行。要半个是吧？能拿二寸？可以。要可以半。咱们就要那剩下那四分之一就行。这半拉给我，这多少钱？四毛八。啊？四毛八。四毛八就要那个就行。给我吧这个。就要这个，哎，给您放那儿了啊，这您要啊。两块八毛一，要袋吧？不要袋咋拿呀？这个半个你要吗？啊，不用，我来一起。
别了，这么多了。你要买吗？那啥别买了，那个樱桃别买了，这么多了。家里有樱桃。那别买了。我加一百公斤，一百公斤，一个毛四块一个。Thank you.